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读经祈祷，所算主的恩典，逐日感恩。诗篇103篇第二节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唔通未记伊一切的恩惠。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上帝派两个天使，提着拿阿到人间去，收集伊的儿女的祈祷，一个负责收集祈求的事件，另外一个负责收集感恩的事件。祈求的拿阿一下就满了，天使无闲的将遮个祈求带到上帝的面前。而另外一位感恩的人，到达天暗了的时阵，却无有堆满。弟兄姊妹，检讨家己的祈祷，是毋是常时祈求却无有感恩呢？即时，若是你开始算数恩典的话，你将会发现到一日的中间，有太过多会通向主献上感恩的事，同时愈感恩就愈蒙福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献上感恩，你对阮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广深，赐予阮的救恩，保护阮。看顾免受灾害，供应阮所需要的。当阮所算你的恩典时，真是所算未清。求主帮助阮，当你祈祷的时阵，要献上懊恼、认罪甲祈求，搁较毋通未记献上感恩，啊学习。凡事谢恩，就必常常喜乐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